Chang School you founded enabled 500,000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in the U.S. Then you may be a hero. To me, you're a thief. We filed a motion with the courts, receiving $15 million in damages. You can't teach us that you know this! 为什么要上市? 成为 number one. 这是什么?这是智。 你除了拿麻袋装钱还会什么? 难道你们他妈的认为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吗?我们来美国干嘛？梦想是什么？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。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，在绝望中寻求希望。我觉得是一种饥渴，一种就是hungry，就是对所有的东西的hungry。我觉得从对知识。 对学问，对财富等等的hungry，心里面非常希望改变，非常希望很多东西得到。那个 hungry 是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也好，里面这些也好，包括我自己也好，其实这些动力是很重要。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可能社会越来越丰裕。 那么包括中国大陆也是，香港、台湾也是，当然日本对问题可能就更严重。其实都是这样，使到下一代没有那么大的动力，就很安逸。我觉得我们那一代很幸运，就是站在一个机会的地方，而且呢，也站在一个我们的成长、我们的出身。 环境使到我们对hungry很有这个动力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。这个 hungry 的东西，其实它有时候不只是金钱，可能是对学问、对求知欲等等。我觉得尽管怎么样，现在的小孩都能找到他的动力，这些很多东西可能是个性，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。 那么我也不是说看到现在所有人都没说，大致上是比较倾向于没有那么多的期待。现在小年轻人他们来想学东西或者想工作，那么你聊了之后，你觉得他们可能毅力也有小孩子强，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是，这总有那么。 但是例外的那些人就成功的机会当然就会比较高一点，其实里面讲的成长、讲的这东西、梦想，其实在哪里，在哪个时候都是有的。只要你找到你喜欢的，找到你的梦想，你就不会觉得孤单。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这样，那么你只要找到梦想，你也别一定觉得有了梦想。 因为当然成功可永远是个目标，但是其实有了梦想之后，它的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你有了目标，你的日子就会过得很快乐。当然达到目标的时候会更快乐，但是没人能保证你。